八百魚魚肉啊，又係硬咁樣。普通魚肉啊？係啊，媽脆肉啊，只係脆肉啫。唔知脆唔脆，唔會㗎啦，係。放下放下啫。正常啲凍嘢啊，新得過咯。風啱好。脆肉翻都一時時嘅，真係好難講。佢買一貨都係咯。即係唔係季節咧？唔知啊，不過係好平喎，廿五蚊。咁咪咯。唔知。
同埋總之我記得啦。好嘅，好啦。叫做体育。
话，我在深圳，我在深圳也去吃过，也有那个什么蹄花，也有那个辣，就是辣蹄花，就是说辣猪手，也有。反正在那边吃那个还好像还不错，还挺好吃的。Gracias.
就係佢做嘢嗰度影片嘅啫嘛，可能佢國慶唔放多日，可能佢就留留幾日咁樣，到時候先夠去飲酒咯。佢放幾多日幾多日係要自己嘅啫嘛，佢總之係佢安排㗎，好似佢。好，买。如果
最中意噶啦，你都唔會嘅，係咪先？佢自己行得開，冇咩做嘅，係咪先？除非佢出差，如果我講咧，就出差嘅大把時間。他一般在外面卖的那些肯定是不咸的，他一般是吃搞得很好的。现在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好像我这样子，我不会弄，就是我不会弄的话就会咸。人家一般在外面卖的那些肯定是不咸的。就像你上次不是给了一只那个猪猪手我吗？后来我就煮了一餐，另外一餐我都不煮。煮了没的。对，不大会煮，就是不太会煮。因为你们小时候，你们从小吃到大，你们就会处理那些，就是会弄得很好吃。我没有吃过的，所以就不会弄的。我好像是觉得我次次听你都说那个猪手会像那个干土豆，你那个干土豆也是从老家拿过来的吗？
嗰啲人少少好多。
的话，你帮我买几斤过来哈。Thank you.
熟的就不会啊，熟的就可以拿啦，生的就不可以拿，熟的就可以拿的。他们有电动车吗？现在我们老家那些人都是不是开那个电动车吗？还有走路吗？现在？我家里面的连那个摩托车、电动车都三台啊，哪里还有走路啊？现在去哪里都开电动车。说他到时候在老家那边帮你占空座，寄过来香港这里啊，那不是要寄好多天吗？
棵倒咗啦，剩埋一棵啫嗰度，轉翻個位喺度。最近嗰個情況，即係嗱喺度三棵，就哦，都高嗰三棵度。中間嗰個剩翻，中間嗰個，上床玩咯，就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咯，或者是打游戏怎么样咯，就不要爬到床上去爬来爬去的。哎呀，有时候真的是很烦的这样子。有的时候刚刚换了床单，刚刚搞得干干净净的，又来搞得乱七八糟，又爬上床。好多时间都漏了很多，那个路上有很多时间。
咗好多啊，冷啊，冷啊，暖咗啦，暖咗跌咗落嚟。哎呀！
是去到的话，我去了朋友家，我也是怕那个身上脏脏的，住在人家家里面，有个人是不喜欢的。所以说现在一般疫情这几年都很少去朋友家的，去反正去了也不是很想坐在人家，就是有的坐在沙发上面铺一层的什么什么垫子啊或者是什么的吧，哎呀坐下去就是一般人家都是回家换了衣服才坐嘛，如果我们没有换衣服坐下去的话，人家又要洗又要换，就比较麻烦。所以说这几年疫情都很少去。